又嚟修炼埋晒啲冇用嘅招式。我哋会谂翻 moonwalk 嗰个令人唔会睇错嘅原因，喺度想象，因为做上咗之后咪做得似咯。我喺踩，系咪有少似啊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EG 大国际》。以下影片由 SetD Express 赞助播出。Hey， 我系 EG， 近排成日睇到呢、這个，又系类似 moonwalk 嘅嗰一啲用视觉嘅错觉去令到你觉得个人飘起咗。今日我就决定挑战一下，因为佢个教学好简单，只得两个步骤噶咋。今日我同埋 Fred 明 Warren 都会一起挑战嘅。点解你早啲讲？我哋一起嚟睇下，我哋一起嚟睇下，真系好简单。一向右移落地，之后再向落，跟住再啊 ，you know。我哋练咗第一步先，有冇啊？冇。不如你试下。点解系我试啊？嚟，我哋练咗第一步先，即系右脚微微踏出向右 ，yeah， 跟住落地嗰下咧，只左脚系拎起嘅。系，唔系佢拎起先 ，step one 系拎起先，即系踩啦，唔系系踩唔系奶 ，sorry， 踩啦，然之后咁样嘅时候咁样，睇多次 ，step one，step two，something like that，something like that， 好似讲到好容易咁样，系平移，千祈唔好画圆圈，佢向。外踩，跟住又系移翻去呢只脚嘅隔篱。咦？难系难在你做完 step one step two 之后咧，咁样啦。你呢个要踩咁样嘛？点解我自己做嘅时候都似弱智仔？其实都唔系似咁简单。嚟啦，弱智仔一号。我怀疑个重点系喺快嗰度踩。哎呀，唔系咁啊！等我睇清楚佢踩嗰边移过嚟，跟住都跳一跳嘅喎，拧过去踩出去移去右边跳一跳，用只右脚。你好似唔想对路嘅，你摸索下个动作先。系呢只脚跳，系呢只脚跳，呢只唔使跟住一齐咁样啊！呢只千祈唔好喐，佢。嗱，俾多次機會我，又嚟修練埋曬啲冇用嘅招式。建功靠呢啲啊，建功。建功 CV 寫落去咯。如果學得識嘅話，講真，你老細會對你好有期望。喂，你試下個人挨後啲啊，睇下有冇彈啲啊咁。但係佢嗰條片都係向前嘅喎。你攞只腳帶到人啊嘛。仲要挨後啲係咪黐線？我 feel 差啲啲啫 ，practice make perfect， 變咗個 perfect 嘅弱智仔。但我開始真係覺得係咁樣啊！你得冇事，嚟我哋一齊嚟練習，一齊嚟練啦！好，其實都好攰，原來都咁，但係就好似有少少眉目啊。佢只腳唔使話撐好開嘅啫，少少嘅啫，佢只腳。佢嘿，我 feel 到咧，頭先行過嗰啲人係覺得，原來呢個世界真係咩類別嘅熱身運動都有。因為呢個動作其實 moonwalk 係好似嘅，但係首先我要識 moonwalk。我哋要諗翻 moonwalk 嗰個令人唔會睇錯嘅原因，係因為佢咁樣嘛，佢係咁樣，然之後咁樣咁樣啊。即係做上咗之後，咪做得似咯。
做順咗之後，仲做一次。但係你做順咗先嘛？係，但係要做順咗先。你呢只腳就飛出去啦。呢只腳飛出去咯。但係我而家呢只腳廿，但係呢只腳飛出去。之後咁好似唔係好得啊。最似係因為我哋仲要諗個動作點樣做啊。係。人哋已經自然啊嘛。好攰啊！我懷疑咁樣係衰喺。呢下係我糊咗係咪？係應該唔糊。其實佢，我懷疑佢望我頭先就係想突然睇下佢個動作。佢應該係 focus 踩落去嗰下咯，睇個勢。係啦，即係我哋而家係咁入嚟啊嘛。其實咧，應該係譬如你一踩完呢只腳咧，咪要平嘅。啊！你唔好有啲咩大喐動啊！即係你之後就交俾呢只腳去。係啊，同埋咧，我諗踩嗰下落點咧先係重要啊！踩嗰下個落點。係啊。繼續練習。你頭先話咩啊？我眯埋眼易捉啲咯。你試下。睇先。有幾易捉啊？請問。我試下。眯埋眼啊嘛。有冇好咗？眯埋眼做有冇用先？我唔知啊，我完全唔知道依家我做紧嘅嘢系有冇用嘅。我比较知道我哋嗰有冇做错。系咯，可能我哋做错咗未定咧。Practice make perfect, perfect on go。我懷疑最重要的是你伸下去那一下喔，我伸下去那一下咯，伸下去，應該是這樣的。是啊，因為太過分了，經過了這個休息訓練大法呢，是有休息訓練大法的，真的有的。譬如之前我彈吉他呢，即是考八級的時候，就是練一個位置很快，然後彈到很猛，彈一粒幾兩粒鐘，不斷彈不到，真的攰到隻手指要休息了。要不就可能打兩鋪 LL 啦，那時要不就可能睡一覺，明天自然彈到的。那我們應該要選擇睡一覺。你看他左腳，他都不是向旁邊硬的。是咯，是他直接向目的地硬的。我知道，即係佢係咁樣，掗完之後落地嗰時先轉重心嘅時候，你就咁樣掗咁樣。所以我話咧，個練習動作唔好揈咁遠，唔好揈咁遠。那個感覺就是人家做得很自然，我們還是很出力。是然後就是你就要改這個，我想。但是那個竅門好像是呢，你踩下去的下要給少少空痕，就是內心的空痕，即是不想樣，即是純粹是 firm 的下去。你看到那條友踩裡面都是他踩過，其實是很大的踩動作，踩動作跳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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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像是這樣。我想說我的左腳的肌肉是攰到好似平時踩機咁攰，有咩事啊？喂，好似係咁喎，就喺踩，係咪有少似啊？踩嘅時候你個身已經上升，我驚唔得。仲喺踩落，鏡頭咧，即係個鏡頭跟住喐，係喐咧，所以都有影響。我哋一路企住喺度，我都覺得係有影響，就覺得唔似嘅。你望下咧，佢只腳咧好似冇喐過咁樣噶嘛，但係因為鏡頭喐咧，所以佢先好似冇推到成個出去啫嘛。係，其實佢有啊，佢有向外。係啊，係啊，係啊。因為呢個場就係有人用啊，我哋依家嚟個考試啊，考試。
嗱，呢條片去到呢度啊，唔算成功啦，但係你又發覺好似有啲嘢咁樣喎。唔知道有冇人係已經係成功咗？如果成功咗，留言話俾我聽個重點喺邊度？即係我哋自己認為嘅重點咧，大概就係有深圳其實係兩隻腳交換喺度彈下彈下，然之後彈咗上天嗰只腳就做戲，扮踩落嚟嗰下動作。另外就係、是。波林頭先講嘅應該就係其實個鏡頭跟住咁樣喐咧，都應該幾緊要。快咯，真係要快。慢動作就做唔到個效果。係啊，呢個動作係真係要快做，你冇得慢慢嚟。係，如果仲有啲咩新 challenge 咧，咁我都會盡快挑戰嘅。Slick back challenge 就去到呢度啦。如果你哋成功咗嘅，記得話我知。最好 DM 我就拍翻你成功嗰條片俾我睇，跟住教我。我 IG 喺呢度。記得訂我嘅 channel 啦 ，follow 我嘅 Instagram 同佢嘅 Instagram 啦。呢個人遲啲好似會拍片，訂完之後記得撳埋個鐘仔。如果可以嘅就加入埋會員，嚟緊會製作多少會員嘅內容俾大家嘅。暫時依家嘅內容係每個禮拜嘅 live 咧都會擺翻喺會員入邊重温啦。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有冇人想学剪片？同啊，买心得啱晒想开始拍 YouTube 或者投身剪片行业嘅你，见过出面好多学校又或者正规课程，其实都冇专门教一啲剪 YouTube 片嘅技巧或者心得噶。咁所以我今次就决定唔系教吉他，就将我呢八年入面嘅剪片经验全部 group 埋做一个速成班，放心会由零开始教起啊，手把手教学啊，四堂入面一定学识，除非你太蠢嘅啫。但系睇开我，你都应该知道唔会有可能蠢得过 EG 大个仔噶啦。報讀呢個班咧，你仲可以得到一堆我咁多年以嚟儲埋嘅超方便剪片素材啦。另外，其實我自己都好多 YouTuber 朋友咧，係好想請剪片嘅。呢個都係我自己開呢一個班嘅另一個原因啦，就係我真係剪唔切啦。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咧，可以喺呢條片立下嘅 description box 度撳 link 報名。多謝，拜拜。